雨辰，你知道最近哪里有做小工的吗？怎么了，心怡姐，你想赚钱啊？最近的活少，都是砌砖的，你做不了。哦，那有活干的时候你叫上我一起。可以的。哎，心怡姐，你怎么头上有白头发？真的吗？那你帮我拔一下。心怡姐，你别乱动啊，都要拔错了。好。心怡，你们俩在干嘛？不是说现在接受不了任何人吗？为什么又和雨辰在一起了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跟雨辰在一起了？我都亲眼看到了，你还不承认？难道我对你的真心你看不到吗？小波，你误会了，心怡姐她头上有白头发，她让我给她拔一下而已。心怡，真的像雨辰说的那样吗？不然你以为呢？心怡，我是看你们动作太亲密了，我太在乎你了，所以才误会的。小波，不管以后你跟谁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信任，这样的感情才会长久。嗯，我知道了，心怡，我今天就想来看你一眼，我还有事要忙，我就先走了。心怡姐，弄好的话就走吧。走吧。心怡姐，你还别说，这个洗衣粉挺好用的。是啊，因为确实好用才会受到大家的喜欢。对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10斤的洗衣粉，之前都是卖39.8的，现在下单立减20，到手只要19.8。这个是薰衣草的洗衣粉，非常好用，还搭配了桶和勺子，用多少取多少，这个比袋装的用起来方便多了，而且不用怕受潮，这个粉质细腻柔软，重点是一勺抵四勺，冷水速溶，手洗机洗都可以用，去污能力强，泡沫也很丰富，用它洗完的衣服又香又干净，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，母婴的衣服都可以洗。最主要是现在价格划算，这么一大桶10斤啊，只要19.8，买一次够洗大半年的衣服了。链接我放在下方的小黄车了。屏幕前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如果你们也有需要，拍一单回去试试哦。这么好，那我多拍两单回来放着，等有时间我拿一桶去给我外婆用。对了，可心，你能不能跟小波讲一下，叫他别每天都来找我？我已经给他说过很多次了，但是他不听。哎，顺其自然吧，其实他人也挺不错的。心姐，听你这么说，看来你们两个有戏哦。你可别乱说啊，可心，我说的是顺其自然。害羞了，害羞了，你还不承认。